我印象内底，拄啊除了过年无咧开店之外，逐天着咧开店咧做生意，所以伫即个北港镇内也真出名。我的爸爸李文先生打拼一世人，但是对家己的享受还较少。尤其即马到阮即个第二个小弟了后，其实退休的生活阁愈个简单。今仔要叫伊去出国，要去国内去佚佗，伊拢无啊，伊讲嫌麻烦。阮妈妈伫咧两冬外前过身了后，真不幸伊嘛着着肝癌，但是呢，有去其他病院去治疗，其实控制了介稳定。但是伫咧两礼拜前，因为高血压中风，脑出血，不幸来离开。但是直到阮后代子孙，真好个好模样，即卖伊和阮妈妈，拢去西方一个世界内底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，希望会保护囝儿时阵，大家会使友好，大家拢会使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我伫遮代表阮厝内四个兄弟姊妹，祝阮爸爸妈妈生活会使快乐，伫天顶会使真幸福。我是个大兄李良健，1999年9月14日，以上。